那个黑根呢，他今天来这边这样一发，他的工啊，那个小青都跑进来了，小青啊，来呢，小青也跑进来了，你看，诶，小青他都跑进来避雨了，因为外面的雨很大哦，雨很大，那个他的那个蛇洞啊也进水了，蛇洞也进水，所以他也进来休息一下了，休息一下，小青呢，小青这个小青，差不多了，没声远了，嗯，小了，嗯。刚才那阵雷，你这处理几次？嗯，像那个木行木行行卖行卖。在上面根本就不行了。啊，你那个小青啊，那个小青它的水洞啊，这进水了，雨下太大，它都要出来淋雨一下，因为它的那个蛇洞都满了啦，满水了，所以它出来避雨一下暂时，啊。 诶，黑根他没有看到小青出来探他，他都不知道，人家刚才从那边就下来了咯，这样啊，又来看了、啊、这个龙婆啊，他说妈，龙婆来啊。